老先去的咋是米盏天更先受贪亲家老先若是老昂昂是亲家请我昂心出兵叫我昂老鸡但是一日名叫昂鸡怪卡林里艰难恶事出给我家对凶狠个事只是抓呼不及未在为命三明当老的家里不便今日去探看你哩免得挂灯挂刀挂心挂意免得查来去来对头干苦，你的托人说吃杂包，我的托人笑鸡毛驴鸡好，是那些事转过，两岸朝鲜朝瓜鸡等着，不完不难，歪我命啊！最是啥金姐金生个夫妻。从年新车配古来，唔得咱哥哥的老虎吹。我大吉无大，酒力无醉，惊叫你几时行行听你话，一无顾啥些事啊？你今早到底有咩心事啊？我问你，啥米人怕生什么呀？啥米？唔假设你顾啥些事呀？啊，咋咪甲咪怕生虾米咯？嘿嘿，对，怕生你今早要去探看咱二弟，家务由我来料理，你放心做你去，无言敌。你也答应我虾米呀？答应。唔假设你讲啥事实啊？你咋咪答应你虾米咯？当然要给你做一只骆驼，什么？骆驼？叫我骑骆驼，不怕死恁老伯？是要给你做一只驴驼？什么？驴驼？要将恁老伯当黑门来驮啊？哎呀，是要给你做一只驴驼？是啊，做一只驴驼。哎
就是这样的你啊，叫做你啊哥，不叫你好气啊熬糟哥，没办法，安你就丢了，可是你一面不清大困小事，一点无怪，我问出本事。是我少吃过几次，一次才开一次。你面强的面皮较笑嘻嘻，那袂过面啊！你就吐死！会了，会过了，会过面了，老话啊！老婆喂，也要拍昏点面子，你也无做好。